尊敬的战友们好，你们健身了吗？你们往身上泼水了吗？今天是5月26号，即将啊走进2019年的六四纪念日啊。2019年的6月4号将是最后一个纪念六四的日子，2020年的6月4号将是新中国的国庆日，共产党将消失在地球上，也是欺民贼最后一次能欺骗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日子。请战友们记住，高度关注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演讲，创世纪的演讲，即将在美国的华盛顿和纽约将有金融界及各界的大佬们有如前所未有的演讲和表态，一切都是刚刚开始。